中山街上的骑楼下大排长龙，是什么这么抢手？原来是全国知名的方素心草屯手工马吉，赢得2012年台北马吉大奖争霸赛季军的方素心草屯手工马吉，由创始人方老先生每天骑着脚踏车叫卖开始，已走过50个年头，至今仍遵循着每天新鲜手工制作、限量供应的传统好味道。最受欢迎的招牌马吉，内馅包着喷香的芝麻与甜而不腻的红豆，裹上 Q 弹的马吉外皮，以及混着黄豆粉的花生粉，层次丰富，多种口感一次满足，令人一吃难忘。